知道老师为什么把你们留下吗？不知道呀，老师。你们三个真是天才呀，啊，写作文都能写成那样，你们是怎么学的啊？来，小丽，先念念你的作文。我最爱吃的是包子。有一天，我上早餐店点包子，点了10屉，我就1屉吃，哐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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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。停，还哐吃呢？吃个包子哐吃个没完。光头强，再念念你的作文。嗯，好的，老师。写给小老鼠的信。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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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停。还滋个没完了你，你真要成小老鼠啊你。乔治，再念念你的作文。哦哦，好的，老师。写给奥特曼的信。啾啾啾啾。停，你在这给我放花呢？你们这三个学生一天都气死我了。